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天的高鬼采购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气象局伫拄只八点半已经解除海葵风台的海上到陆上的风台警报，严格嘛有针对各哪县市伫今日发布大雨特报。咱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今年第十一号台风海葵在今天早上七点登陆中国广东后，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已经在稍早八点三十分解除海葵台风的台风警报。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海葵台风目前的位置的话，在今天早上七点从中国的福建跟广东的交界进入中国大陆。那目前中心已经来到中国的广东省。整体的结构明显的减弱，因此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对台湾的威胁已经解除，因此气象局已经解除了台风警报。我们看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持续从南来，带来相当多的对流包，因此我们预计今天在全台各地包括各离岛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状态，有时候雨势还是相当明显的。现在我们是针对台东跟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而到了今天中午过后，在午后热力作用的加强之下，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尤其是中部跟北部，我们不排除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甚至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了。头先听到的是气象局详细的说明，虽然风台走啊，但过今仔日要受一挂所在是停班停课的，这所在就包括高雄的六股、武林、桃园、南麻社。还有宜兰的台东乡四季国小，还有四季国小的无安分班。在台东的部分，台东是海端乡李道川、木洛川，还有初来国小是无分校，今仔日拢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另外，在台东的太原国中、海端国中、都兰国中，还有台东的新光镇、三民国小、信义国小、东河乡的北关国小、东河国小、太原国小，还有都兰国小。另外，在海端乡的这部分是公园国小、鹿野的永安国小、水源国小，还有关山镇的电工国小，拢是因为这些学校因为风台受损害真严重，为着顾着学生囡仔安全，今仔日学校是照常上班，严格囡仔唔免上课。受风台海葵暴风圈的影响，金门灾情也是很严重。昨昏金门透风落雨，而且也传出淹水的灾情，是淹到脚头乎。全岛风台海葵目前每点钟14公里速度向西刷电灯，到达向福建广东瓦近。金门地界透早脱离海葵暴风圈，气象局也伫透早五点半解除对金门的陆上风台警报，搁伫早起解除海葵海上风台警报。虽然台风远离减弱了，但是台湾仍然是在低压带的范围内，天气环境依然相当不稳定，要特别留意午后大雷雨的状况。整体来说，要到周末期间，整个水汽才会比较明显的减少。电话全部拢浮在水面，受海葵风台影响，测试金门全岛较低所在拢浸在水内。金厦后风港一间表示，水淹到脚头乎，民众是真无奈。今天虽然雨势不大，但是实际下了很久、一些路面的水都集中在低洼地区、那本来排水就水沟就不大了，所以造成淹水。咱看过土水一直不出来，过路边加做好，部分路口也好强风吹倒。相关单位紧急出动怪手支援，金厦停车场的清水啊，要让大水浸个放去。海葵侵袭期间，金门造成1032号停电，台电马上派人抢修，要变全部复电。即马金门脱离暴风圈范围，当地民众总算能好好啊开始整理厝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受海葵风台影响，台东的灾情嘛真严重。台铁的南回线崩了，到台东的列车因为沿线铁轨路有真侪被风扫转去的树叶甲树枝，所以有停驶。东北干线伫上到台东双向不通，也过经过抢修，伫早暗6:25已经恢复通车。
台铁的车班已经过关山路段，因为瞬间风势较大，树火造成列车及电浆受损，卡在关山甲地上站之间，无法度驶。另外，一个为台东发车的车在通过三里站的时阵，阁发生接电浆疑似油灯的情形，结果卡在落下站。第七车厢。就蹦一下这样啊？我们在第一车厢。哦，很大声吗？有还有火花。真大声音，让不少人拢惊一跳。两列次火车影响超过400名乘客，代替派车转接，造成台东甲花莲玉里车站出现上百名等车人。地上到台东之间双向受阻，代替出动电力维修车继续抢修。还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放下心，就不知道到底还会不会来。哦，真的还是不确定，因为已经广播蛮多次说会来。等六点外钟，四二三处列车乘客总算等到由台东站开出列车，到鹿野站接受困的乘客上班。蛮复杂的呢，想说可以延后一天收假，结果没办法，对吧？就要搭火车上去。台铁东部干线一定在初四下晡6:25抢通，恢复双向通行。南回线部分，台铁局表示，放了假台东时间路线安顺在清理路线顺匝了后，在今仔日恢复行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关心今仔日天气，今仔日海葵风台虽然已经离咱愈来愈远，但过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咱今日台湾各地也阁偏乌、金门、马祖是落地渐准雨。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咱的受风台，也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咱台湾的各地，也有偏乌、金门、马祖，拢会落地渐准雨。过到中部以北的所在，是熊熊上大雨、熊清掉的细枝。今仔日台北、基隆的北海岸，也有金门偏乌、麦头九级至十级的强准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大部分的温度是伫高温是伫30度到32度之间，感觉会较舒适。啊，那明仔，咱的受季压带影响，咱台湾各地卖落地渐准雨，也是雷公雨。这几天啊，天气是较无稳定，要一直等到拜六个礼拜，雨水才会减少。另外，即马也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菲律宾东北边的海面上，按算上紧今仔日会变作风台，因个即个风台是惊向日本去，对咱台湾并无影响。其他消息来关心一个最新的消息，这是咱总统蔡英文独家出发，伊带团要去斯瓦蒂尼访问，要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总统出发进前毛表示，四天的行程有设两个目标，一个是要庆祝两国的邦谊，另外一个是要永续合作。总统毛讲，外交的工作就是一步一卡印，爱照起工累积的。咱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未停，嘛会愈来愈坚定，更有自信，会继续向前行，让世界看到台湾。咱来听总统详细的讲话。今年是我们两国建交55周年，也是斯瓦蒂尼王国独立建国55周年，更是斯瓦蒂尼国王恩斯瓦蒂3世的55岁生日，我将代表台湾人民致上最诚挚的祝贺。高雄市和斯瓦蒂尼首都姆巴巴内市正在推动缔结姐妹市的计划，我们相信透过这个计划，将有助于两国的教育合作及青年交流。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但不会停下来，我们会更坚定且自信地继续往前走，让世界看见台湾稳健良善的力量。谢谢，谢谢大家。再来，感谢您同齐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在咱台湾全国有将近500万人因为困袂入眠，也是有失眠、有困眠的障碍。也毋过全国即马敢若有60间病院有设困眠中心的提供检测，要会当找出原因来对症下药。因为急报有急付，所以才会变成是真抢市，拢排无。亲像台北的英总，大约一挂好了后，就要等4个月；啊，若待在病院搁较久，可能要等1年。但是自费去做检查，大约是要开10000元。啊，若这个价钱会当讲是算真俗，因为美国是要12万，香港要10万，所以有真侪外国人嘛专工飞来台湾自费做检查。那关心中国时报，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放宽了后，大人
还有老大人，还有孩子真正会去划到的肺炎的链球菌，可能也会夹起来。卫福部现在就打算要放两组肺炎链球菌公费预防针的对象，对71岁会放两到65岁，最近在今年10月份后个月开始会当甲流感预防针同齐组。来关心自由时报，新竹市长高虹安伊伫昨昏坐飞轮机去日本访问，伊前脚才走，后脚随发出新闻稿，讲副市长蔡丽青会离开市府团队，啊，那这项人事令9月11日就要起行。根据了解，这项人事令公布之前，蔡丽青家己嘛唔知影，所以当事人嘛错一条。继续关心，因为海葵风台来，昨昏咱中南部真侪县市拢停班停课。也毋过外国部为着要服务有赶紧想要领着护照的民众，伫中部、南部还阁分嘉南办事处，伫昨下晡1点到3点也是有照常上班，开放民众去领护照。嘉义市宣布，初时因为风台的关系，所以无上班、无上课。不过伫外交部的分嘉南办事处照常开门，伫下晡开放后面将来领申请的护照。和平就感觉真方便。其中100件左右是有关旅行社的那个团体件，他们基本上都会固定时间来取件。那其他大概在10件以内，都是属于个人件。我就觉得，就是还蛮方便的。对。外交部分嘉南办事处表示，过去若拄到风台天放假无上班，也是提供一段时间和平将来领护照。准讲着，赶要出国，赶紧买爱护照。外交部伫桃园机场嘛提供服务。即便是台风来袭啊，即便是全部的这个办事处都停止上班上课的话，我们桃机的人员还是提供24小时不停滞的那个临时服务，包含护照的核发业务。海葵风台来，嘉义县市虽然风雨无介大，不过免上班上课，也是影响到一挂公务机关的服务。外交部分嘉南办事处表示，外交部配合各地状况调整服务，希望让需要赶紧领证件的民众，袂因为天气来受到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 G20 峰会，这个拜六会在印度举办。不过现在是风声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没要去参加，会由中国的总理李强代表。这也是习近平对2012年执政以来头一次没去参加 G20。 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遗憾。饭店头前设立安检区，武装警察带警犬伫四周围巡逻。20国集团领袖高峰会G20，这礼拜六就要举行。主办地点印度首都新德里，已经准备用高规格围安迎接各国领导人。不过，之前讲会出席G20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佫传出讲袂去啊，改由总理李强代表参加。美国总统拜登伫媒体询问时阵，表现有淡薄仔失望。I am disappointed. I'm going to get the same.拜登表示，甲习近平也是有机会小拄头，暗哥并无讲其他资讯。两个人顶一届会面是伫去年印尼 G20， 尾啊，美中因为中国争执气球贸易争端台海问题，真侪无共个意见，关系正紧张。这是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头一届无参加 G20。外国媒体分析，应该甲中国进前公布新版地图引起争议有关系。地图是国家版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反映国家的主权范围。北京上新公布的地图，除了纳入台湾和南海国岛，还包括中印边境的争议地区，也引起相关各国的抗议。印度国是今年G20的主办国。BBC 引述无啥名的消息来源指出，习近平无来是为了闪开较歹看的场面，同时也无想要让人问到中国经济、俄乌战争这敏感问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那西方的国家是希望一旦赶紧恢复俄亥俄是协议，也唔过即马就因为卡伫俄罗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昨昏就表示，西方的国家要先达成因的要求，和因的农业会当出口，那无因是袂答应的。乌克兰含西方的国家即马就批评俄罗斯真自私，干那顾家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七夕在俄国首次见面。埃尔多安对中企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粮食供应真重要，俄亥俄不协议希望破灭。Bu kapsamda Birleşmiş Milletlerle bir istişare önemli ilerlemeler içeren yeni öneriler paketi hazırladık. Bu yeni süreç vasıtasıyla netice almanın mümkün olduğu kanaatindeyim.Мы будем готовы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еанимировать зерновую сделку. Я сегодня об этом еще раз сказал господину президенту.
и сделаем это сразу же. Сразу же, как только будут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полнены все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е в не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Запад, мягко говоря, нас обманывал насче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целей Черномор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 оказанию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вающимся странам, поскольку из 32,8 миллиона тонн грузов, вывезенных с Украины. 俄罗斯纽西兰化肥宣布受西方制裁影响，去年麦芽出口量阁创历史新高，按国的库存物流甲保险方面纷纷受阻碍。普京表示，若西方国家实现承诺，俄罗斯几天内就应重回协议。乌克兰甲西方联合表示，这只是俄方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就伫通俄会谈进行几点钟，基辅指控伫罗马尼亚边境附近伊斯梅尔港和俄罗斯无人机轰炸。俄罗斯七月退出由联合国参详特性，主要是为确保国务院伫安全运出乌克兰的俄亥国务协议了后，多瑙河的伊斯梅尔港正做乌克兰货品上大出口路线。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辑。因为外国的代志，甲这备案小刷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马是甲因国防部长换掉，即马改由国家财产基金的负责人，嘛是对俄罗斯有丰富谈判经验的乌梅洛夫来接。乌梅洛夫来接国防部了后，会对国防进行改革。Я вирішив провести заміну міністра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Олексій Резніков пройшов ці більш ніж 550 днів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Я вважаю, що 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потребує нових підходів та інших форматів взаємодії як з військовим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前三宣布换掉过去信任的亲密战友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伊离开的一年就任，虽然甲西方密切合作，确保数十亿美金的援助，今日促成乌克兰加入北约，也毋过伊领导的国防部刷备案连连，为军民分配到军用服装采购，拢传出贪腐，其中部分更加是甲伊有直接关联。泽伦斯基率着外人，佮点名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洛夫接任。Зараз очолити 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має Рустем Умеров. 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України добре знає цю людину, і пан Умеров не потребує додатков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ь. Очікую від парламенту підтримки цієї кандидатури. Осінь – час для посилення. 乌梅洛夫是在议会，是克里米亚塔塔宾州主要成员。去年九月以来，担任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过去的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甲俄军入侵乌克兰了后，拢有参与甲俄罗斯官员的幕后会谈，包括双方换手、兵临撤离、甲和乌克兰粮食出口的谈判等等。有个国会会支持这项人事案。开战一年半以来，乌克兰全国1300间学校被炮火毁掉。九月开学季，只有起好防空避难设备的学校会当实体复课，卖发生国军大屠杀的爆查。小学开学典礼缩小规模，只有一年新生甲两年准毕业生，穿传统民族服装代表性出席。当地校舍还未完全重建，防疫期间挂留的学生也拢还未完全回归。有计今年还有40万乌克兰学生是伫流亡的海外地区线顶展开新学期。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接下来看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在西班牙女子卡球摕到世界冠军的时，因眼睛一个查某球员引起风波。这个风波到当时还未收煞，巴塞罗那拜伊的时，就几百人上街头要求伊爱落台，也不过伊是发出声明表示，家己是红抹黑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首都巴塞罗那市中心半夜有数百人上街头示威，大部分是女性，引起非常关注。西班牙女足卡球员埃尔莫索在世界杯颁奖典礼和卡协主席卢比亚雷斯奖金，各要求奖品质。Estem totes amb la Jenny, amb totes les futbolistes que han guanyat el mundial i que ara estan fent vaga o estan sortint de la selecció i en contra de l'estructura que en aquests moments hi ha del senyor Rubiales i companyia.卢比亚雷斯在上星发出声明中表示，自己犯一些明显的错误，但是受不公平对待。西班牙男足卡球队长莫拉塔在代表球队发出声明中表示，卢比亚雷斯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Por ello, queremos lamentar y expresar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las jugadoras que han visto empañado su éxito. Queremos rechazar lo que consideramos unos comportamientos inaceptables por parte del señor Rubiales.
que no ha estado a la altura de la institución que representa. 但是发生了后，至少有十五件针对卢比亚雷斯牵涉性侵犯和滥用权力的投诉。根据新闻报道，西班牙检察官为去年热天就开始调查卢比亚雷斯牵涉滥用职权和收钱行为。在记录听证会期间，也和国际卡总暂时停赛。公司新闻邓伟仁编辑。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同齐来看世界。纽约时报有报说，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打算在这个月他会去俄罗斯拜访普京，两个人会讨论北韩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事情，如果这些武器会用在打乌克兰。当在关心英国的民调，现在有显示说有 51% 的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和中国保持距离。英国外交大臣上礼拜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就要当面向北京表强调说，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很重要。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打算九月七十也去越南访问，希望会当提升两国的外交关系到全面战略的合作，这有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但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越南的高层有可能会同意，因为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未来有可能会变坏。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是抗日三纪念日。昨昏总统蔡英文还有民众党主席郭文典，虽讲是同一个场合，也毋过两个人敢若是简单相照问尔，无加讲话。另外，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伫郭文典离开了后才到位。若民进党的赖清德伊伫面册表示，希望要推动客家希望行动。若郭台铭昨昏是继续拜庙走行程，也伊的边啊，国民党的中常委是规路做伴对调调。陈秀芬芬拍招呼，总统蔡英文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震撼的讲台，刚刚出席2023保中庭移民节活动，不过两人并无谈话。郭文铁一直甲在地人士甲画名片，要来抢攻客家的票源。尾仔郭文铁中道转来台北出席澳洲商会午宴，并且进行演说。对着外相问到当选总统要安怎吸引外籍人才，郭文铁讲到人头水够上。所以我认为，对于这种台湾缺工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放外岛市场，但是要克服人头税。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也参加移民节活动，由新的馆长杨文科陪同。不过，过后两个人无拄到面，引发外界联想。侯友宜的说是讲爱有移民也团结的精神。在外部挑战很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遵循移民也的精神，团结台湾，不分你我。林鸿汉创办林家台铭选择初三先来参拜，用客家乡亲博感情，强调要拼到底。也过国民党中常委范承廉专程陪同，敢若搭着红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初时直接表明，任何违纪的行为，党纪拢无得容忍，要各班出面来发威。那我也呼吁啦，朱主席再三考虑吧。哦，基层的党员有自由意志。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初时是出席十大杰出青年公布记者会。啊，除了让年轻人可以开拓视野，也让国际社会看见了台湾，这非常了不起。赖清德也并且表示，未来推动客家希望行动，更加强烈推广客家教育，更加广泛和台湾正式客家文化中心，表达重视客家精神。最近也积极准备七六八登场的头一场国家希望工程，要公布国情的拉图。记者宋霞报道。近前咱国内在欠鸡卵的时，政府有进口鸡卵。即马高雄工山的超市公司就和外界也讲，这间公司的资本额才50万尔，所以当对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鸡卵。另外，郭文鼎嘛积极讲，澳洲来鸡卵是坐飞机来的，所以价少真悬，积极政府乌白开人民的税金。农业部是回应讲，透过进口鸡卵会当降低消费者的支出，所以这个政策的效益是大过成本。为了解决国内进境的鸡卵供应食材问题，迄当时农业部积极为各国进口鸡卵。位于高雄工山的超市公司就是其中的一间。虽然资本额只有50万，却会当为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的鸡卵。国民党在去召开记者会，就其超市鸡卵进口案疑点真多。农业部的说法一变再变，让人家怀疑到底这幕后的大股东是不是跟你农业部？跟你任何的绿营的任何的政治集团有任何千丝万缕的关系吗？他就已经完成任务了，这就代表其实他进口的能力，包括确保安全的能力，跟他的资本额的大小
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国民党同行七议员领导政委，农业部应该公开甲超市签署的鸡卵进口合约，也爱透露超市背后大股东的身份，才会当消除外界认为超市是一人公司的记录。那农业专家林如宏是伫面册铺文表示，农业部家己讲超市有母公司是登记从事农品工作的公司五记两行，也毋过两行已经伫97年无营运，按照来真有背景。农业部回应表示，超市因为是进口贸易商，加上处伫巴西等。非疫区能源条件也出的检疫文件和进出口贸易成绩最后因为报价小价三折超速。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政治表示，为澳洲进口空运来台鸡卵，资料相关补贴32块，即已提前免纳税及大业主农业部做出回应。专案进口了1.4亿多的鸡蛋进来，减少了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支出超过60亿元。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来降低消费者支出，那可以满足所有的粮食安全，所以这个政策的效益远高于成本。根据了解，超市早在去年9月成立从事进口鸡卵，并不是专门为着进口巴西鸡卵才成立公司。农业部表示，超市8回进口鸡卵中，防检处无合格损失100万，显示超市资金调度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对明年开始做兵，恢复做一年。今年有9000多人爱去做兵，其中有700个即马是派去外岛，等于是13个人内底就有一个爱去外岛做兵。不过国防部是强调讲，即个过去抽到金马奖无同款，即马是依照专长、户口还有志愿来分配。国防部强化战略，明年恢复一年义务役，会征集大约9100人，其中有700位越南的分发到东沙、东丁、两岛、高丁、东印、金门、加马京这外里岛，也就是每13人就有一人会得到金马奖。也不过国防部澄清，加计去纯粹抽签无同款，采多种方式来分发。那么外里岛人员的补充，是依据役男具备中高专长，或者是户籍设于外里岛。或者是呢，志愿选填分发为主。如果不想去离外岛的义务役役男，其实不用担心，尊重你的意愿。那想去的，想要去离外岛体验，而且增加一些加级收入的，那可能人数会多过需求，还得靠抽签才能够如愿。国防部讲，义务役分发外岛了后，比较常备部队实施驻地专精基地者训练。不过，外界认为讲，国防部保留抽签的选项，而且义务役甲志愿役南美边岛顶训练，双方能力差真大，恐惊引发管理的问题。有专家讲，南美边岛顶已经是常态，关键是不是落实完整的训练。如果这些义务役和官士兵啊上岛之后不让他执行勤务，啊，这也很奇怪嘛。那各单位其实那个边线比说的不太一样啊，譬如说。像金门守备大队啊，他就必须要用到这些义务役的官士兵啊，所以其实混编不是问题，重点是这些义务的官士兵有没有接受完整的训练。另外，国防部明年有算军医局编列9亿8000万，包含用来采购移动式旧电工机、新型电工机的应用，第一大量伤病患的治疗、阵时急救伤。专家指出，国军过去忽视这个方面，无排除因应2027年大海冲突风险，将中来测试战时的准备。我个人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会减少伤患后送的复杂度。也许有些手术我在野战医院就可以做了，我就不用一定要后送到后方的大型医院。学者表示，医疗设备对着减少伤病患受伤帮助，养正水病医欠电的备援方案。国防部讲，依照国军兵役，依据5年军事导主所需要，配合医疗装备使用年限替换更新，甲各国加强军医基础，意味两零做法共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诈骗事件是直头发生，尤其是假诈骗、假投资。那这诈骗案，即马嘛，互两岸重新交流。这是刑事局长顶礼拜有带48个人去中国，因是同齐参加研讨会。即马是这几年来两岸执法的官员头一届面对面交流，希望要加强合作抓诈骗。警方把门窗开枪入去，砸到由黑帮四个主嫌经营的诈欺转销水房，也过拔掉机房。诈骗集团利用面册投资广告，加拉下标告群组，鼓励落单，让被害人继续投资，结果经由转回到境外钱包。由诈骗集团在群组内底假做是投资顾问老师，讲赚真侪钱，造成有15名被害人误信的汇款，损失超过台币1亿。我们统计起来呢，成功查获的诈欺集团呢，有217件。那嫌犯有1076个人，那新台币啊，统计起来
全省这一次行动查获1,583,000,000元。诈骗手法的更新，政府算是打击诈骗决心，也就是和两岸共同打击诈骗，重新启动交流。海峡两岸甲香港、澳门警察检讨会是两岸执法机关，多年前建立的交流平台。最近由疫情中断实体会议，顶礼拜在中国恢复举行。由刑事局长就由卫生领，在执法单位总共48人出席。是近年来两岸四地执法官员头一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也希望加强合作。衍生许多的一个跨境犯罪，那急需要海峡两岸的警方呢来进行跨境的一个合作，来共同打击犯罪。那本局也将会持续的努力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合作。另外，最近境外诈骗的电话真多 ，NCC 讲五月对到电话开头是加886，恐告被疑似诈骗的电话进行阻挡。这个阻挡率达到98.65%，也观察到165报告的电话被诈骗的数量，对五月1,600案减少将近一半，下降到7,823案。也推出行动语音的国际语音警示服务，有加到给中心上线。记者综合报道。受风台一再来关心屏东，风台即马虽然已经走啊，也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乡亲嘛是爱细致大水雨。屏东的村日乡的石门部路连外道路，昨昏是崩山，规条路拢无法度行。啊，那西雅克乡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因为有积水，所以今仔日休困。风台嘛，让农民辛苦种植的果子，规个乌有去。大批土著砌着树啊，直接冲到大路。海葵风台加外围环流影响，屏东县村里乡山区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石门部落下边一树连山，连接后山的连接道路下头一点外土著放路无法度通行。大概在1:15的时候，整个边坡滑落，造成现在我们前山的道路封闭。崩山的所在继续有蓝山的石头连落来，村长公布爱村内住户千万唔通落山，也希望上级重视协助部落安全的道路，好在就有平安登记了。土沙水盖着路面，这个第二十水库位于屏东西雅乡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天气好时规排小石墩和平长大，今麦好大雨引起无法度通行，车过过雄雄一江。那屏东山区第一线崩山乡路段也有路顶积水，山路点灯起故障，规排路顶甲早起也来光。公所表示会派员监视，万丹乡的宽细道路也有路桥倒去。八点全关灾害，崩山乡有路桥积水，山路洪水害，国平大桥受积水被掀倒起路桥累残。屏东市金宝乡路桥受创严重，高桥乡是有国福村积水至少50公分，一个建筑群木根横，洪水甲路长长。哎，你看淹到这边来，这么高、哦？对。啊，你们那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回来10点多了。啊！迄到处路较大，两点你就安尼啦。啊，即边风台较紧嘛，所以就安尼用用。啊，囡仔拄啊伫遐搞咯，好爽啊！就先去落去游泳咧。海葵风台两届定了，带来风较好，也好冰冻关得算脱离暴风圈，也是爱卫生后真无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毛影响飞行机起降，中央航空有两架飞行机是原本要伫高雄的小港机场降落，不过因为天气不好，飞行机一直伫半空中失控咧，无法度降落，尾也是改去桃园机场。塞行李准备登厝，初三暗时10:40为首尔飞登高雄中营 BR171 航班，因为小港机场风强雨大，降落两届无成功，透早11点外转降桃园机场，就很晃啊，就一直在上上下下在等这样，一瞬间，一瞬间呀，哦，冲了八。PTT 的网友当时议论纷纷，有人分享飞行路线，看到航机在高雄外海天顶登时，向小港的方向过去，一直话讲风台天机场也敢降落是勇者。不过随看到航机往北飞，到尾也平安降落通机场。对这代志，中央声明，初三包括 BR705 波东往高雄航班、BR171 首尔往高雄航班起飞之前，高雄小港机场的气候拢符合签航要求。啊，不过航机到的时阵气候无好，在空中登时等待各定。飞一届无法度降落，经过考虑
决定转岗，只要旅客需求派车送回高雄，还是安排住宿，无亲像外界讲的真侪个想要降落。剧烈天气的影响都会越来越显著了，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这个航空公司或者我们个人旅客上面，其实都应该想都应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台风期间或者有些剧烈天气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航班做个延后或者是取消？我觉得这是最大程度的保障。经国际技术分析，各间公司有无共操作流程？有公司规范降落一届无成功，都要马上转岗。那是中营在2016年梅子洪台期间，不因为天气新风超过标准，一家组员超时，却被民航局处罚。这届洪台转岗事件也引起外界关心。民航局回应，降落过程也做无安全因素，技术选择停飞还是转岗的处理，应该爱加支持。另外，民航局也提醒业者，面对气候无好，应该保守签牌。记者综合报道。亚拉地空气一年的雷伊洪台是和菲律宾的哈尼高岛有八成学校拢海去，册嘛拢浸水。加上 COVID-19 疫情影响，当地已经停课停两冬瓜。这个岛上的囡仔根据统计，只有三成左右的囡仔有读写的能力，囡仔教育未当等。台湾的团队万山呼唤，今年就和当地 NGO 合作进行国际教育计划。今仔日的走入世界边界专题，咱就和乡亲来。菲律宾当地关心这些囡仔未来。Esports 是当地的小学，这些组是每一个学生的宝贝，因为两年前的风台，把学校的组大部分拢拍歹去啊。晚上呼唤，常同地学校合作，买了真侪书，放伫每一间教室内底，希望学生有较侪无同的学习机会。伫咧菲律宾，国小三年就开始用英语上课，这课本也是使用英语，所以晚上呼唤和当地 NGO 合作的阅读计划，会依照无同年级买适合因阅读能力的册，互囡仔会当看有。鼓励小孩们写读书心得，去追踪他们阅读的成效，然后这个读书心得也可以换奖品。学校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也规划户外凉亭啊，当作是朗读教室。晚上呼唤也用册当作是奖品，鼓励学生用画图代替读册心得，设计各种符合伫只引导模式，鼓励囡仔会当加看挂册。We saw the impact. We are now trying to replicate the whole program.In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 阅读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各种类型的阅读成效也启动当地市长想要扩展这项计划。The book, what you love, you love reading. You love reading. 你看囡仔迄看册表情啊，你有感觉哦？哎、欸，真正囡仔比我更加认真，这唔过是一个。每一个父母拢希望看到的情形。Hello, 虽然学生囡仔刷作的时间未到三年，不过晚上呼唤相信讲，特工阅读的累积加上搁较侪教育资源入来，囡仔将机会会登到稳定教育的一条路。记者洪兆成、黄文良伫菲律宾夏尼高岛采访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台中昨昏是停班停课的，也毋过台中昨昏是无啥风雨，所以真侪人冇出门。也毋过一出门才发现讲公车是拢停驶，连 U bike 嘛未当坐。市府是表示，今仔日恢复上班上课，就会提供服务。风台甲即工台中火车站人真侪，未少人想要转搬公车，也毋过等半工公车就是拢无来。啊，应该要公告啊！你没有公告是。就在这里一直等，我等到什么时候？而且我是要到医院的，是很急的。这位女士赶要到便宜去提药啊，等半点钟才发现公车停开，要外观市民将专工来台中，等规半波才发现无公车通坐。台北的话，它的应变不会是全面停驶吧？嗯，对不对？至少还有捷运，因为台北的捷运比较，这边并没有捷运呐、啊。那我伫何必坐啦？我都有公车通坐啊。嗯，我伫何必？啊，来坐来中华，何必卫生所遐等车一道，我着车来啊。
民众讲，像是高雄市公车以大水河班表来开，而且司机会使评估的安全情况下，用个随意随停。是不是是周围的中华南投公车也是照常开？那台中市就完全无车通坐的。另外，想要骑右摆个脚踏车，民众也无多骑。除了自己开车还是骑车搭车之外，那大众运输工具我是没有办法享用到。维州民众进入万言讲，台中无风无雨，严格公共运输员工拢无开，互唔知影老大人甲乘客浪费袂少时间，赶时间咧只好开更加侪钱去坐计程车。减少出门移动，相关小黄空车及 iBike 等公共服务会配合恢复上班时间，同步恢复服务。市府讲，因为丰台甲全市的237条公车甲1300外 U-Bike 租借点停止服务，正常上班课了后就恢复正常。也毋过民众讲，配套甲宣导不足，开始增加袂少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新店湖口的德胜溪，和民众发现讲溪水奈变作蓝色的，唔那有臭味，鱼也嘛变多死翘翘。新德县的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随后桃园市的环保局做回稽查，落尾是发现讲已经停工的润泰全球油煤厂，因为管线破去，才害蓝色的垃圾水全拢流出来。新店湖口中山路三大边岸的德胜溪，状况泥作蓝色，详细看还有鱼仔死亡，搁散发真高的臭味。民众发觉各样，赶紧通报村长、乡长。一看完蛋了，整个河川都变成蓝色，所以马上就跟我们的村长通报一下。现在休耕了、啊，也有人在插秧电销，应该是会有毒的。这也快死了，这条鱼还在挣扎，这是原生种哎、欸。这不是一般的无钩鱼哎！我们这一条河川富裕多久了？乡长接到通报了后，随甲清洁警员到场追查，结果在几公里外，一个草埔发现暗光边啊，还有真大的标识牌写着“润泰全”，因为离厝放流口，确认那些污染都是为这个所在排放出去。因为包括水质甲味拢同款，产生的污染将关生正气系拢毒死，搁较污染附近的稻田。秋风需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妥善处理。新德县环保局甲桃园市环保局也随即启动联合稽查，证实那些污水是为已经无营业的润泰全油煤厂排出。那因为在10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抓到，污染来源是从桃园杨梅的一个润泰纺织所排出来的。初步了解，现在就是因为可能是台风下雨，那个污水排就出来了。那我们已经有督促厂商这边赶快来处理这个溢流的事项。润泰全表示，第八厂是伫2019年4月无营业停止生产，也毋过因为厂内废水处理地内有染料、废液加污泥，公司则委托相关厂商协助处理废水该类相关工程，已经伫事发了后第一时间要求先设法抽调废液，搁加紧申请作业，避免类似的污染搁发生。同时，环保局也依水务法告发，相关会当处新台币300万以下罚款，搁要求业者进行紧急应变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新的研究发现，讲用伫降血球的药物普罗布考对脑部损伤所引起的认知障碍有明显改善的效果。啊，那这一项研究的成果是已经刊在国际上出名的期刊。台湾每年因为交通事故、摔倒、甲暴力事件等造成创伤性脑损伤案例有65万例，其中大约10万例列作中重度的脑损伤、爱承受神经损伤、认知障碍者等其后遗症，失智症风险也比一般人高出4倍以上。像台湾无药通医，严格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用来降血脂的药物竟然对着修复脑损伤有帮助。它这个是老药，它有可能可以推进这个研究，推进的比较快，可以也许比较快移动到临床去讨论它未来可以使用的潜能。研究团队在小鸟鼠实验发现，加降血脂药物普罗布考后脑损伤的小鸟鼠，结果小鸟鼠的脑源性神经应用因素的表现增加，新生的神经细胞加神经前驱细胞也增加一倍，就连脑神经网络也修复重组。而且小鸟鼠脑神经死去科学减少33%，脑损伤的认知障碍加失智症风险等拢大幅来改善。我发现它的改善效果太好了，然后但是对血管的影响没有这么明显，反而是对一些再生跟修复的影响很大，所以其实它有点是意外发现。
研究团队强调，普罗布考是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药物，有抗氧化、抗发炎的特性。手疗器时间内底发现，脑损伤四点钟到六点钟内底导药啊是真有效。加创伤七天了导药来比较，效果相对有限。所以希望未来加台湾病医进行合作，建议适合人体治疗个疗程，改善脑损伤了后的神经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环境，屏东政府伫今年六月份的时是要禁止商业钓海鸥的行为，也毋过只短短时间内，九月初又阁重新开放，即摆是有加条件，条件是讲爱改善钓海鸥的方式，而且爱缩短海鸥死亡的时间，也毋过这是引起环保团体批评，批评屏东政府反其反道，因无法度接受。这是冰岛掠海鸥船六月掠到体型真大只的长鳍海鸥，送去海边进行处理的情形。冰岛甲挪威甲日本是即阵全球仅存三个掠海鸥的国家。冰岛政府今年六月下旬不颁布暂停商业掠海鸥的禁令，因为官方委托的报告指出，掠海鸥时海鸥和鱼叉插入去，到死亡这段时间拖伤久，有的甚至要五点钟，违反冰岛的动物福利法。不过两个月了后，冰岛政府建议认为掠海鸥方式应改善，来减少海鸥的痛苦，所以决定九月初开始重新来放行。Þannig að þessi reglugerð sem verður birt og gefin út í dag, hún fjallar þau skilyrði sem að leyfishafinn verður að lúta.Og verulega aukið og strangara eftirlit það sem gert ráð fyrir því að hvert einasta frávik verði skráð og greint这样决定引发动保团体强烈不满，批评政府不管占领台海岸的禁锢，政策是反其反道，这对生态带来灾难性后果。冰岛掠海鸥的季节一般在十月初结束，只有仅剩一间有执照的掠海鸥公司，有效期限到年底为止。因为一寡海鸥的物种将军灭绝，国际掠海鸥委员会早在1986年就实施商业禁捕令。冰岛虽然不加入，不过又搁在2006年重新开放掠海鸥，期间动物保护争议不断，这恢复理由被认为双面强，也让动保人士难以接受。国际新闻陈慧敏编译。要来动物伤济嘛是伤脑筋，这是美国华府有一个真出名的严苛国家公园，当地野生的鹿仔是拖伤紧，即马已经甲公园内原生种的树仔丛强要食了了，造成生态危机。所以当地政府即马拍算要甲一寡鹿仔灭掉，希望赶紧恢复公园的自然环境。今日青翠树拿，听流水声，听鸟仔叫唐号。华府地区有7平方公里的岩溪公园，是当地正让人欢迎的自然景点。暗公园方的人员说，烦恼这种的美景可能会在未来100年左右消失，原因就是园内白尾鹿仔数量上多，原生物种的树仔仔根本让因吃了了。Deer populations got as high as 100 per square mile at its peak.An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healthy deer populations, in terms of the forest, are more like 20 per square mile. 植物学家指出，十九世纪因为乌白开垦，也加过度拍拉，美国的鹿仔镇差不多规个灭种。不过经过复育，目前全美国的野生鹿仔数量竟然超过3000万只，大部分是集中在东海岸。为了避免严苛公园内原生物种的树仔仔继续去予鹿仔残害，园方为2013年开始杀鹿仔，最近已经看到初步的效果。So this is regeneration. This is what we're hoping to see in more places. Yeah, you can see spice bush here, which is a native shrub. The specific plants, especially natives, that we recover.Are really good food source for mini fauna sometimes, for specific pollinators, for specific insects. 在2013年开始要杀鹿仔进程，当地居民甲动物保护团体也想要阻止杀鹿仔，还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拍人，暗过去予法院拒绝。另外，原来有人建议引进野狼这类食性动物，暗过警方考虑可能对附近居民的安全产生新的威胁，所以才无安尼做。杀鹿仔行动虽然解决部分问题，暗过同时嘛引起新的争议。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世界真新鲜，咱来记单的。一般高雄乐团在演出的时，观众拢是点点啊听。不过在单的有一场音乐会，音乐节是由狗啊配合乐团，乐团那演奏的时，狗啊买那杯，真特别嘛，真高级。
在了台顶指挥的动作，乐团搭咧演奏乐曲，搁搭配几只狗啊，无共声音叫声。这是台北室内乐团演出的曲目，是有名音乐家莫扎特的父亲，嘛就是老莫扎特里奥德莫扎特创作的乐曲《帕拉交响曲》。Well, the symphony is in three movements, and in the last movements, we will hear the hunt to begin, and we will have shootings.And then the dogs will start to bark around the scenes, and we will have three dogs on his signal that will bark around the orchestra. 为了今次会当搭配指挥的狗啊歌手交响乐团，第四月开始募丁，会当听主人指挥发出叫声的狗啊，佮特别举行面试。现场有真侪主持人嘛真用心，好新来狗啊尽力表演，争取因上台表演的机会。We like classical music very much in our family.And we have been to several of their concerts. And when we saw that they wanted dogs to audition to participate at this Haydn festival, we thought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帕拉交响曲是一首以法国号甲管弦乐器做主角的乐曲，内容爱用唱声甲狗仔吠的声音来斗相共演出。在管弦乐团甲狗仔主人过去一直演练配合之下，这狗仔在进行演出的时阵，嘛让乐曲变加更加好听特别。恭喜新闻台是董冰玉。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7度，上高31度。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高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高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31度。外岛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